第四组，陈思芳、何丽素。
陶富坤、东方伦、吴清林、何佩佩、吴红梅。王校长，您先退位，由您负责发言。再叩首，三叩首，升。攻读2011年妈祖字迹大典注文。为公元2011年4月24日，岁次辛卯年农历3月22日。
捷乐的会馆天的宫主办的2011年妈祖千金宝藏自尽大典呢就圆满，等待你们来观赏，请不要走开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三人姓李呢要。台的国手徐敏给您带来《南刀》。再次流过五千岁的寒，还是传说中的。
天的同圣者，四字轮回绕境功果圆满，妈祖今生起驾回宫安坐。龙天护法，天眼通，天耳通，圣者是圣母。